Get your booster shot and fight COVID-19.我这不就三天前，上个礼拜五，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遭到刺杀身亡的事情呢，震惊了全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会从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安倍如何改变了日本，特别是在经济以及整个印太的这个重要性上。那另外呢，今天呢，自民党呢，在这一次的参议员呢选举是大胜的，那也跨过了包括他们修宪联盟加起来呢，跨过了三分之二的修宪门槛。今天也会谈一谈，在安倍遭到刺杀之后，日本整个在军事、在政治、在经济上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不过题外话了，今天大家都很关心说，台湾降半旗来表示哀悼，包括说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院长也都表达哀悼之意。昨天晚上，就是全家吃完晚餐之后呢，刚好经过日本在台交流协会，其实也不是很刻意，我就想说，来一下看看哈，已经三天啊，然后我看到现场，这个是昨天晚上八点左右的时间，人不是说真的很多很多，但是络绎不绝。大概现场就维持大概是十多个，很多人呢签了名，然后呢致个意，然后拍张照片，他就走，又有新的一批人进来。那这个是在台北庆城街日本交流协会的情形，这是昨天晚上，我相信现在呢情形也大概都差不多，一直有台湾的民众呢在日本交流协会那边呢签名，然后表达说非常感谢，也哀悼台湾永远的好朋友安倍晋三首相。台湾呢，不只是高层的，包括总统、行政院长呢，表达政治上以及两国之间友谊以及哀悼。台湾的人民呢，在这件事情呢，也非常的看重。今天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讨论这件事情。介绍三位特别来宾，首先欢迎是安倍通淡江大学日本政经所的所长蔡希勋蔡老师。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蔡希勋，各位观众大家好。其实谈安倍通真的是不过分了，对呀，因为其实蔡老师在时间前呢也出了一本很厚很厚的这个教科书，叫做《安倍政权的大战略》，就是安倍对日本呢改变了非常非常多。待会儿特别请教一下蔡老师，当然也是长期有话好说的好朋友，辅仁大学日本语言学系的教授何时胜何老师。信聪，各位观众晚安。非常感谢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王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不过在谈台日友好关系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那个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石坂明夫呢在傍晚的时候呢，在他脸书上po出了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可以说明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的现任副总统赖清德先生呢，就在今天刚刚呢抵达了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的住宅官邸的门口，然后也进去官邸呢，表达他的吊唁以及哀悼之意。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这是中日断交以来，台湾呢现任层级最高的副总统到日本担任特使，然后呢进到前首相的官邸家中，表达哀悼之意。当然，这表示说，两国之间呢关系非常的紧密，非常的友好，当然也表示呢台湾在外交上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但也可能是在中国方面呢会不会有接下来的不管是所谓的谴责甚至报复的行动。我们先来看看外交部如何理解这件事情。我国已经透过适当的管道向日方来表示深切的悼念，我国总统蔡英文以及我们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外交部长吴钊燮都在今天7月11号的上午前往了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致意，来表达我方的追思。至于赖副总统他的个人的私人行程，外交部我目前没有其他的讯息，我们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何老师，我先请教你了哈。蔡总统当然表达哀悼之意，今天台湾也降半旗，那当然大家都可以理解到台湾的这个情谊之后。可是副总统，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今天到了安倍的官邸，进去那边表达哀悼之意，在外交上、在政治上，他有特别的意涵吗？
那当然我想这也是一种商理外交啦。那如果我们从这个国际关系上来看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的关系是比较特殊，我们跟日本很友好，可是就如同刚刚这个信聪兄你讲的，这个我们中华民国在1972年就跟日本断交，那今年已经刚好是半个世纪五十年。那这五十年期间，事实上两国的这个民间的交流、贸易等等文化，这个有非常紧密的这个关系，可是我们在政治上面哈，那似乎有这个它的一个局，在政治的这个互动上，因为没有邦交，所以有它的局限性。但这一次没有错，赖副总统这个到这个日本哈，不管他用什么样的一个名义，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目的，是这个到日本哈，这大概就是刚刚你讲的，就是1972年中日断交。我很喜欢这个词，中日断交，我们才是中。Okay. 哦，那这个中日断交之后，这个在层级最高的，因为上一次我记得，应该就是徐立德副院长哈，行政院副院长，那个他是在那个亚运的时候，他是利用亚运的这个机会，然后到了这个日本哈。那之外就是这个像这么高层级的，应该都除非是卸任，否则很难这个用已现任的这种这样的一种这个访问，到日本哈。那当然，赖副总统这个他到日本，我觉得我们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也蛮适当的，是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说也不要给日本带来麻烦，我们把事情单纯化，我们就是很真心很诚意，然后到安倍的这个家去对我们台湾的这个老朋友好朋友是表达哀悼之意，我们的哀悼之意，那我们也不节外生枝，那但是我们目的，我们的这个意思表达到了，那这里面事实上谁也都看得出来，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友好是。那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这外交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说明哈，很简短，但是我想这里面也传递了很多的这个讯号，不管在外交的讯号，或者是两岸关系的一个讯号。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北京也不要这个就是跳起来哈，那我觉得这个人之常情啊，这老朋友这个过世，而且是突然的，而且这就是一个被暴力这个暗杀这个去世，那我想我们不去也很奇怪，对不对？那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希望能够这个兼顾人情跟日本人讲人情跟义理啊，哈，是人情义理啊，哦，我觉得我们这个作为一个日本的好朋友。那我们也用这样的一种这种方式，能够来表达。了解了解，不过王老师，我请教两个问题了哈。当然就是说，台湾其实尽一个适当的人情义理。那不过这至少会有两个意义，是说，尽管安倍不幸身亡，可是安倍去世之后，台湾跟日本不但两国关系没有所谓的改变，反而是更紧密。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方面会借机来又去做什么样的政治的动作吗？关于第一个问题，其实这几天哦，安倍不幸逝世之后讨论的非常非常多，就是安倍逝世之后的台日关系跟中日关系到底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哦。那现在两位老师都是日本专家，因为毕竟安倍在这个日本的政坛上面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哦，以及这个他长期以来挺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作为台日之间非常非常重要的桥梁，那也可以看得到安倍从他在任到这个卸任之后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都保持着在这个日本对台政策的影响力，所以这几年很多的讨论是围绕在说，哎，那安倍不幸离世之后，哦，那台日跟中日的关系会怎么转折？哦，特别是岸田，就我们的所熟知的岸田文雄，他跟安倍不太一样，他或许反中，但是他其实跟台湾之间没有这么深厚的渊源，所以有些人会担心说，哎，日本的这个对台的政策是不是会有一些转折？可是确实哦，如同刚刚这个何老师所提到的，一方面，赖副总统到这个日本去吊唁安倍这个前首相，这当然是一个人情义理的展现，那也是台日关系的友好。但是，正如同刚刚所提到，现任的这个应该讲说这个是国家副元首的情况，到
这个非邦交国，就是重要的非邦交国的访问，其实我们已经大概二三十年来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景象了。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是，当时李登辉访美哦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哦、那当然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外交的突破是前进。那当然在这个前进的情况之下。一方面我相信不管用什么样的名义啦，因为我们也强调这是私人行程、uh-huh. 哦、那也是吊唁的行程，那当然也包括日方也是非常非常的低调、哦、但是怎么样台日关系都有一个彼此之间的默契存在，是而这个默契的带来的突破其实消除了这几天的一个疑虑，就是台日关系会不会因为安倍的离世而出现一些转折，看起来不但没有弱化、嗯、反而凝聚了台湾跟日本之间共同的一个情谊。你看这几天台湾刚刚您一开始节目一开始都看到那个画面，在日本交流协会前面那个画面，就其实台湾人很多跟日本之间的感念的这些情谊，其实你从这次安倍离世当中可以看得到、嗯、那你也可以看得到政府跟政府之间的默契跟这种这样的态度、哦、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看得出来台日之间哦本来这几天有一些讨论跟疑虑恐怕都烟消云散了。是的、哦、那第二个就是北京的反应、哦、中国的反应，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这样看的、啊、就我完全赞成何老师所说的，就说基本上这是一个人情义理、哦、北京或许你对于外交上面、哦、台湾的突破可能有很多的愤怒或不满、嗯、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应该用，我还是强调说你应该先用一个人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哦嗯、那台湾跟安倍都是 老朋友，我们希望能够送他最后一程，是那你北京愿意尊重安倍你要派谁去，你要 也是尊重，大家都尊重，是国际上面的一个规格，外交上面的一个互动、哦、是所以如果北京在这上面他其实面对两个 难处，第一个这样子全球所哀戚的一个状况，如果你因为台湾的副总统去了而有过度的反应，我相信全世界会对你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态度会觉得你中国完全不顾，刚刚我觉得那四个字人情义理，这个会让中国的国际形象会很难看、嗯、哼那第二个就是说，可是今天你对于台日之间关系的紧密如果他又没有一定程度的反应的话、嗯、哼那我相信他对内也不好交代，所以北京现在处于一个尴尬两难的地步，但是我自己比较大胆的判断，毕竟这是一个全球哀戚的现象，所以我认为北京就算不满，它也是会一定程度的压抑跟控制。不过当然也希望北京比较能够从人情义理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啊、但是很重要的是，第一个当然这个是台湾在外交在政治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但也不必然代表台湾一定要敲锣打鼓，因为毕竟两国是友好的关系，就不要让别人添麻烦，这是一个重要。接下来特别要专门来请教蔡老师了，是不管是台日关系也好，或者是赖清德现任副总统，那可以到安倍前首相的家中去直接表达哀悼之意，如何看待台日关系会不会是更加的紧密，而这中间又牵涉到中国的因素。不过我们请教蔡老师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台湾呢各重要的机关呢，政府机关学校呢是降半旗，另外包括蔡总统，包括行政院长，也包括国民党主席呢，也都表达哀悼之意。献花行鞠躬礼，总统蔡英文十一号到日台关系交流协会悼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留言板亲笔写下台湾永远的好朋友，感谢您对台日友谊和世界民主自由人权和平的贡献，对安倍日前遇刺身亡也用言语表达满满不舍，感谢安倍前首相对台湾的对台湾关台日关系的贡献，正如同他所弹奏的歌曲花正在开，我们一起继续努力，让更多的台日合作开花结果。不止蔡总统，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到场，他强调当台湾最困难被中国打压的时候，安倍不断为台湾发声，感念力挺台湾，促进台日友好，安倍是台湾人的好朋友。当台湾疫情最困难的时候，他特别奔走出很大的力量，让日本政府能三度送台湾最需要的疫苗。
不分党派对安倍此事多名政要都倾覆悼念，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下午也前往现场特别表达敬意，还说安倍也是国民党的好朋友。不过这个下半期好像有张亚中还有其他支持国民党人认为说不太恰当，那您认为是支持的吗？相信国人不管透过各种方式都是希望表达对安倍前首相的追思跟感谢。对台湾政界人士百忙之中到场悼念，日台关系交流协会也表达感谢。日本驻台代表全裕泰回起安倍，更透露他曾特别交代不要让台湾觉得寂寞。安倍总理的对外交的想法，尤其是对台湾的想法，我们的最大努力接着安倍总理的外交路线。对于安倍晋三的离开，许多台湾民众也觉得难过与不舍，来自各地的民众则是在协会的外头留言，写下对安倍的追思和感谢。记者综合报道。请教蔡老师如何看待未来台日关系？那解释未来台日关系之前，就好像刚刚主持人介绍我一样，我个人的话是安倍的铁粉。那为什么我很这么自信讲这句话的原因，就是我总共写了安倍的书三本日文书了，加起来的话总共是130万字日文了，全台湾大概没有人敢跟我比我讲第一没有人敢讲第二了，这个一定是这个情况，甚至可能世界上我们用 Google、Amazon 去搜寻的话可能也没有，因为我们用日文去搜寻，日本的话大概我就比较没有那么把握，应该也就是没有。那就好像我今天的话，这个我们知道日本的国旗就是所谓的白红，就像这个一样，然后他们讲叫做 Hinomaru， 那 Hinomaru 的话就是一个圆这个概念，所以日本的话他们重视的一个叫做和这一个概念。当然台湾跟日本的话，一般有人都会讲所谓的1972年讲了老半天，已经是经过几年了，50年前的事情现在还在讲，我会觉得这些人是不是都没在读书啊？五十年事情还在讲，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是，而且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一次的赖副总统去日本的话，我们会从2021年日本对台湾的一些政策，他已经在做转变了。我个人用词就是所谓的台日2021年新体制。为什么？因为他从2021年去年开始的话，他就一定会讲到所谓的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当然，他也会讲所谓的我们希望两岸能够透过和平的一种对话。那这个安定的话，我们台湾一般是讲的叫做稳定，但是我个人认为安定跟稳定确实是不一样，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用安定的这一个用词了。而且，那很巧的一件事情啦，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天意啊，因为我们知道2年前的话，李前总统也是在7月30号的往生，然后安倍的话是在7月8日的时候往生，那刚好差不多整整就是2年。那为什么会把这两个人举在一块呢？因为我们知道全台湾啊，在日本的社会里面啊，他们最尊重的台湾人应该是李前总统，这个地位可能很难有人去把他取代掉。反过来的话，安倍前首相他们讲的叫做原首相，很多人的话就会问我说，那个前首相跟原首相有什么不一样？前首相是上一任的叫做前首相，就好像菅义伟叫前首相，上上任的叫做原首相，但是我们统一的叫做前首相了。那这一个安倍元首相的话，在我们台湾的心目中里面，应该就是说对台湾最好的。那我们如果说再跟2年前做一个比较好了，当年李前总统走的时候，我们一直就在想怎么办，台日关系怎么办？这么样的一个大佬，这么一个精神领袖，他往生了。同样的，安倍走了，那怎么办？因为我们左看右看，不管是自民党，不管是在野党，你说要对台湾好的，真的不少。那真的不少，但是有没有一个叫精神领袖啊？就是他，他只要那个站起来讲一句话的话，后面就会去跟随的。左看右看，看来看去，现阶段还是看不出来呢。当然，台日关系的话，我个人认为啦，不要一天到晚讲说1972年了，那已经是公家大义300年前的代志啊。为了讲500年前，那500年前的代志，跟你讲，现在已经2022年了呢。大家嘛用电话，那用那手机来讲啦。50年前告手机没有啊，他千万的 iPhone 13、14都已经快出来了，所以台日关系的话一定是越来越好的。但是我猜了，台湾有一些人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说日本可能会帮忙我们是什么，但我觉得这有点太看清我们自己了，因为
他们也会站在自己国家的利益去考量。我们是好朋友，但是不能够说有事没事叫我去帮你挡子弹，我猜这个不大可能。叫我们任何一个人下面在打架，你要去帮他挡子弹吗？大概没有。可是台湾的一个地位，他们也需要，他们的地位我们需要。我用一个概念来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啊。台日关系的话，我用一个叫做战略同盟了，因为我们没有邦交嘛。是，我们没有邦交的话，我们不能可能签了很多的一个条约，就好像现在的赖清德副总统他去日本访问，以我们台湾的跟日本的关系来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可是以邦交国家来讲的话，这理所当然。是啊，因为所谓的前总统，就是我们讲原总统啊，他们叫首相嘛，往生啊，你派一个人去，这个很理所当然。那对什么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一个重要呢？因为我们就是没有邦交，没有邦交的话，台日关系应该就是战略同盟，那我们也有一个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当然，这大概就不用点破了，点破就没意思了。带一点点的猛虎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台日关系的话，会产生另外一个状况，为什么是赖副总统去啊？就像我们刚刚给各位观众解释的，当两年前李前总统往生的时候，我说完蛋了，那怎么办？台湾将来谁会代表说啊？你们恁台湾吼，啊，就这个对岸日本上好。依照叫做李前总统过来，当然希望讲以后迄个名叫做蔡其昌挂了，但是这個可能性足低，你不要打太大希望，哎，无啥可能，你甭讲得好啊。是不是赖清德呢？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了，赖清德应该就是日本认定的人选了的，他让你来，让你到我家里面来。日本人不容易让他们去他们的家里面，他顶多在外面跟你见见面而已。可是让你亲自到我们家来的话，就我认定是你是接班人，所以他已经帮他盖个章了。这个台日关系，我想应该就是会越来越好。这个我认为的，不用担心。但是所以我们讲，台日关系是叫做战略同盟，不要一厢情愿说啊，这个日本人会保护我，日本人对我们怎样的？但是人家还是有一个底线的，不可能怎样的。是啊，是，但是也不要太看，真的不要太看清我们自己。嗯哼，我们台湾也是很重要的。你看啊，东海、南海，台湾一个台湾海峡，我们套一个日本一直讲的概念，叫做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就好像安倍他讲。很多人都会讲到说，安倍他讲到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了，所谓的 QAD 这个概念。这些概念的话都是这边这本书来去讲的。那这本书来讲的话，东海跟南海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叫台湾海峡？如果台湾海峡叫我们像那个自来水一样啊，自来水如果中间断了，后面一定会缺水的。不管你从水库啦，怎样怎样弄弄弄弄，中间断了就是缺水。所以没有了台湾海峡，日本也他也是很困扰的。所以这个是我一个认知啦。但另外一个会很好玩的地方，你去问一下日本人说台湾在哪里，他会跟你讲在哪里。啊，台湾是什么国家？他也说他们也是搞不大清楚了。这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情况。是，不过我再请教一下老师了哈，我们来看看安倍晋三，当然他是对台湾最好最友善的一个首相。对。可是当他不幸的意外身亡之后，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延续，或者是这样？您刚也当谈到，其实台日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同盟关系呢，军事同盟关系，台湾不要太看清自己，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刚刚才太重要了。我们需要日本，日本也需要我们。对，哦，这刚才搞平一五北，所以说一方只要吃定一方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在2018年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呢，安倍亲自用毛笔呢写下“台湾加油”。其实这两天大家在网络上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照片。安倍说呢，我们最重要的朋友正面临困难时刻，日本一定会尽最大力量提供援助。其实台湾从921，然后日本那个大地震，然后我们又有相关的大地震，其实台湾跟日本已经是一个善的循环，哪一边出事情，另外一边就一定会义无反顾的去帮忙。那然后呢，咱的往来去中国打压的时候呢，然后安倍来帮我们买凤梨了哈，来帮我们卖凤梨。21年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大家最感念的应该是这件事，台湾真的是最困难、最无助，甚至是最恐惧的时候。那时候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日本呢，捐赠了台湾非常大量的疫苗。安倍说呢，台湾是日本重要的老朋友。当这样的老朋友、这样的国家遭遇困难的时候，给疫苗是理所当然。那特别，我觉得接下来就很重要了。安倍说呢，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所以呢，习近平绝对不要误判。
他甚至还投书美国的《洛杉矶时报》，说呢，美国应该要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如果侵犯台湾，台湾将要协防，美国将要协防台湾。我还是想请教，对台湾最好的一个首相离开，但那些政策会怎么样改变，甚至更强化吗？我个人认为的话，这个不会改变的。为什么不会改变的话？当然就是这本书的一个认为的。是，我认为这个叫做安倍政权的一个大战略了。可是安倍政权的大战略等于就是所谓的日本的一个大战略。那我们就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话，总共之前会有两次大战略非常成功。第一个是明治维新，在1868年的时候，它变成所谓的，当然有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是事实。它变成所谓富国强兵嘛，在大日本帝国嘛，这是第一次成功。但我们还是要讲它有一些历史是负面的，这个不能够去把它抹灭掉的。啊，第二次的话就是所谓的1945年8月15日，他们无条件投降，当然他们叫中战纪念日啊，他就是放弃了，被迫必须要放弃军国主义，放掉一切军事设备，所以他们在1953年就是战后复兴了。经济已经并不错。1968年的时候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79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 Japan's number one 就会出来。所以第一次的大战略的话它成功了。第二次的大战略变成所谓的经济的大国，就是世界第二大国。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被中国大陆超越过。1991年的时候就是泡沫经济破灭。所以1991年到现在他们就是失去了10年，失去了20年，他们一直在找一条路。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日本好像就是这样卡卡卡卡的，所以好不容易找到第三个大战略，就是日本的大战略。那安倍的话，他只是说把这一些日本的大战略把它规划出来，规划出来的之后的话，我们再举另外一个概念来给各位做一个解释啊。很多人都会讲到战后有一个叫做吉田主义，因为是吉田茂他做出来，那日本的话那时候叫轻武装重经济，所以日本变成所谓的经济强国。到现在你讲到一定要讲到一个叫吉田茂首相吉田主义，同样的安倍他也是一样的。但这个并不是说安倍他个人的一个喜好或什么，就好像刚刚主持人你所说，2021年12月的时候，那一天我有去啊，因为我知道安倍要视讯演讲嘛。我个人的话是安倍的铁粉，当然也有人说我是安倍的钢丝啊，能够写到130万字的这钢丝，不然叫什么？有谁敢跟我比？没有。那我就去了去听一听，他确实有讲这句话。那讲这句话的话，我们要注意看哦，他有三个国家放在里面，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哦，是，但是他会再放到后面一个叫做日美同盟有事哦。台湾的话，很多人都会讲美日同盟有事，所以主持人您刚刚这个翻译是正确的，他是讲日美，不是美日哦。日本人他不会讲美日，他是说以我们为主。那以我们为主的话，我现在的话不能够动嘛，那一定是要把美国拉进来了。那美国拉进来的话，那为什么美国会帮台湾或者说不帮台湾？他也一定会站在自己国家的角度去考量。所以我还是站在一个概念啊，不能够一厢情愿说啊，你一定要帮我，是啊，你一定要对我怎样。那我们在想，为什么你要帮我？你为什么不帮我啊？你帮我什么好处？所以安倍他这一些概念一画出来之后的话，他并不会说因为我走了我怎么了他就会去改变。那我们再举另外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一个证据来给各位做解释啊。现在的首相他的名字叫做岸田文雄，是岸田文雄。他们在昨天的话当然是大胜了不过在大胜之前他事实上本来就会赢了。你去把他们有一个选举公约，每次选举都一定有选举公约，你去把它翻出来看，在这一次自民党的选举公约里面，它会有四个守护日本，它叫守护日本，日本を守る里面的第一条里面的所谓的国防预算里面，它就会讲到，我们日本呢以北约的2% GDP 以上为基，就是一个参考。我在5年内会强化我所必须要的一个国防预算。岸田他在5月23日跟拜登讲话的时候，这是拜登去拜访日本的时候，他也是跟他当时的讲，而这个文件呢也是在5月23日的外交部，他们叫外务省的官网里面，相当程度的一个争议了。是，那相当程度的争议就会牵扯到这个边来了。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他并不是说我有没有事情，我单纯的去帮忙，因为他已经有牵扯到他们，说日本他也感受到威胁，不是我们有威胁，他没感受到谁，那就等于我们是战略同盟的，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解释跟认知。是，这个是台日之间的一些关系跟未来的一些走向。不过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在特别是这两天的参议院选举之后，那以及安倍的处事呢，日本未来不管在经济、在军事以及在印太战略上会有什么改变？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日本参议院选举结果。那自民党拿下了63席，公民党拿下了13席，那其他在野党的席次分别是这样。不过很显然呢，参议院呢总共248席呢，那任期是6年，那每3年改选一半，那这次就改选一半，所以这次选125席，那执政联盟呢就拿下了76席，那换句话说就过半了。那另外我们来看看，那还有一半还没选嘛，就是要等3年之后再选。可是现在整个日本参议院席次呢，执政联盟自民党加公民党呢是119+27，那另外呢再加维新还有那个国民民主党加起来呢，总共这四个叫修宪联盟，总共已经有177席，在248席里面呢，125席过半。那166席呢是2/3可以修宪的门槛，那现在修宪联盟已经上177席，换句话说呢，不但是稳定过半，而且接下来日本很可能就要启动修宪的工程。我们来看看。任期中に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ました故安倍晋三元総裁に対し黙祷を捧げたいと思います。皆様ご起立ください。黙祷。日本参议院选战才开票不到2小时，自民党已经单独拿下57席次，超过目标55席次，也达到整个参议院过半席次，让自民党魁安田文雄跟其他党内干部庆祝，同时也不忘追悼安倍为党内的贡献，并且在追悼过后，由安田首相一一为当选的议员名单贴上小粉花。这次参议院选战落幕，执政的自民党党内拿到63席次，其中有单独选区45席次，比例代表选出18人，成了参议院内拥有过半席次的大党。另外主张修宪的自民党、公民党、日本维新会跟国民民主党这次拿到了93席次，加上84个非改选一席，合计为179个，超过修宪门槛的2/3席次，也让未来的修宪希望大增。安倍元総理の思いを受け継ぎ、特に情熱を傾けてこられた拉致問題や憲法改正など、ご自身の手で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難題に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而安倍生前最后站台辅选的候选人佐藤启也在这次获得连任。他11号上午回到枪击现场追悼安倍，并且报告当选。安倍前総理のですね、やはりこの政治理念や政策を実現しようというですね、情熱、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やはり見習いながら、私も心新たにですね。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也在下午召开记者会，发布包括防疫、乌俄战争、物价高涨、强化国防等未来政府应对的营运方针，表示未来日本将面临战后的最大难题。由于2025年之前日本不可能再有大选，至少安田在未来的3年可以在巩固的执政基础下有所发挥。而这次当选的女性议员达到35人，刷新过去最高28人的记录，显示女力在日本国会中也逐渐有比例增加的趋势。国人新闻陈胜比。老师请教，刚才老师也谈到，就算没有安倍的意外身亡事件，自民党应该也是大胜。不过我们来看看，然后这一次呢，自民党呢在选举拿下63席，公民党拿下13席，这是执政联盟。那在野党最大的当然就是立民党，然后17席。但我们还是回到整个参议院现在的整个形势呢，看起来呢要修宪一定要2/3。那已经超过2/3，而且还超过蛮多的，177+166，我还是想请教，所以接下来一定要修宪，日本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当然，日本这个未来会不会立刻启动修宪哈？那当然，这个可能还要看岸田文雄首相的政治判断，因为对岸田来讲的话，我想再下来，他也要把握时间，因为这个虽然有2到3年的这个时间之内是没有这个国政选举哈，因为参议院选举是3年一次，对不对？所以下一次就3年之后再改选一半，不过改选一半应该124，这次会选125，是神奈川有一席是补选，所以才会有这个125这个数字哈。那但不过就是更重要的是众议院哈，那众议院基本上是政权生死保卫战哈，那当然众议院有任期4年，不过他通常会提前改选啊。
那就是说，但是如果说正常的话，那应该是这个三年的任期是一般哈。那所以就是说，岸田他现在就是说，他大概还是会把重点放在拼经济啦，而且这也是他的这种这个他所属的这红池会哈。现在红池会当然跟亲和会是这个自民党里面的两大的这个系统哈。那他们虽然同一个党哈，不过这个他们有各自，如果从自民党党史上来看的话，1955年是两个党合并在一起的。我有时候开玩笑讲，比狗狼可以三秒交个两座会哈、啊。那个是那个，那当然他们这个不能，虽然不是泾渭分明，可是这彼此在这个治国的这种重点或者是方向上，基本上还是有这个一些差异。那在岸田他的红池会，这个叫大红池会，包括麻生哦。那未来还有这个，包括像古元真一曾经这个当过自民党总裁，不过一个派名哈，一看他做自民党总裁，就以主民洞宰呀，所以无休想哦。一个迄个河野太郎，老爸赶快那个河野洋平，他们亲和这个亲和会，当然从2000年之后，从这个森喜朗。这森喜朗可以是说他之前还对他这些徒子徒孙讲哈，他说那跟那个亲和会有这些顶名哈，就我拼下来。那当然，这从他到小泉，然后一直下来，这亲和会已经花迄个主民洞哈，迄个建款哈。但中间有短暂三年这个失去政权，但是就是说从整个自民党这个的这个总裁的这那个来看的话，就是说大概在21世纪大概都是亲和会，他有执政的时候都是亲和会。那但是红池会直到岸田文雄去年他才把这政权拿回来。那所以就是说未来他在整个治国的一个这个方向上面，他会不会把这个修宪摆到那么的priority那么高，因为修宪事实上不是只有国会这一关，而且修宪还有民意那一关。是，那民意当然安倍首相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他在所以这个安倍事实上他第一次当首相，任期虽然很短，不过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做，而且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那第一件就是修改那个 Kyoku Kihon 的教育基本法，教育基本法是教育宪法。那换言之，他把那个爱国心重新再放到日本的教育里面，当然那时候也引起了一些这个日本国内的一些讨论哈。然后他短短一年，他还做了一件什么事？日本宪法很好玩，他有修宪的这个规定，可是他没有修宪的这个所需要的公民投票法。公民投票法是一直到安倍第一次当首相的时候，他短短一年，他把国民投票法准备好。换句话说，他这个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过日本人向来做事很有耐心，大家都德川家康啊，那个日久嘛，对吗？是呢，对不对？卡扎里爷爷，咱李登辉前总统，伊上个伊定阿讲吼，日久小说时机尚早，不是讲没问题，就是你要等一个上好的这个时阵哈，再来出手，然后而避免哈，其实日本人哈，伊真侪代志拢准备好，是，一再出手啊。所以就是说，这里面当然这个民意，当然在今年的日本的宪法纪念日 （Kenpo Kinenbi） 5月3号哈。他们每年都会做民调，今年民调做出来，事实上就是说支持修宪的人是有上升，这很明显。那对于宪法第9条的修订的支持也上升，是，这也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日本的周边安全情势恶化嘛，哈。那当然有北韩有中国的这个上升到什么程度？那大概他们大概都如果从民调是准的，是，那个大概都差不多一半一半。就是支持修宪，但支持修宪多一点了，那反对修宪的少一点，所以还不是到压倒性的。对，还没有到压倒，但是就是说这个，他们今年当然就是乌俄战争，他们判断乌俄战争也是一个因素了。是，那所以就是说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这修宪，如果现在要推的话，不是说没有办法，不过就是说日本的国会有一个习惯哈。不是跟他圣狼讨呢，有现在看到就最大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现在在野党真的很弱了。就刚刚听从你讲的，就是说安倍如果没有被刺杀哈，他是不是选举的结果会不一样？不会不一样。如果说他选前民调，他从6月23开始公告选举才去做民调，然后他们就是期日前投票，就期日前投票。那看民调的话，大概
这场选举本来就很难看，为什么？已经知道结果了，一个这个选举啊，那所以就是说选举没有热度，所以这次的其实投票率被预估就可能跟三年前一样的低，就48%，可是今年稍微高一点到51%，但是也没有高到吓死人。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显然的就是说，自民党的支持者有稍微有出来。你咱看那个电视的那个画面哈，有的那老伙啊哈，少年人也是不爱出来。日本人少年人做奇怪，用躺平族啊，拢无咧关心政治啊。然后他们那个那个。老人家去，而且这些个点啊，对吧？这个点啊，然后这个去投票。当然，这里面这或许真的让自民党在这个席次上有所这个在增长。所以他这次的76席加上公民党76哈，他是高标了。就是说选前大概是估在60到80席，他说他达到一个高标，但是这个结果，但是立宪民主党哈，他很弱，可是他并。他还是坐稳最大在野党的这样的一个，虽然他跟自民党只差差力高登，不过就是说你国会内底吼，要杀这种迄个修宪案的时阵吼，他一定要朝野，一定要这个去是大家去抢，是啊抢，而且就支持修宪吼，势力当然够，可是你说立宪民这个像国民民主党，那或者是像这个日本维新会，甚至于跟他执政联盟的公民党哈，每个支持修宪对，可是大家是不是对于修宪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有志一同？是啊，这个就不一定了。所以换句话说，按你要不要启动，以及启动之后还要谈多久，可能都是一个问题。而且就是他们通常到最后是这样。那个立宪民主党，他还是有一个，就是说，一波定逃哈，大概就是说以日本国会过去的那样的一个，但这不是他们的这种法律的一个强制，而是他们的一个意识的习惯，就是说他们会讲到大家欢喜。了解了解。啊，王老师，我请教你了哈。不过我们来看看了哈，当然刚刚那个何老师谈得很清楚，说岸田是不是会在所谓的那个修宪联盟取得2/3以上的席次之后，立即启动修宪，这不必然。那就算启动，各政党还是要好好沟通对话。但是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要修什么？日本国的宪法第9条弃战条款，就是二战战败之后，那日本的宪法讲到永远放弃用国家主权发动战争的权利。那以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这个手段呢？所以就是要放弃这个权利了哈。那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还有其他的战争力量。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那因此安倍讲说，其实应该把自卫队放到这一条里面。那怎么放？究竟是说那个内容，其实还要再谈呢哈。不过呢，这就是所谓的修宪，自卫队入宪的一个重要。安倍晋三推动修宪，2007年的时候呢，通过国民投票法，就刚刚何老师所说的。那2015年呢，用集体自卫的名义呢，授权自卫队跟其他国家盟友一起执行海外的任务。2019年再提修宪主张，成立国防军，拥有交战权，成为正常的国家。国内看法呢？日本2022年的读卖调查呢，说民意已经转变了，60%支持修宪，而美国呢？也会有一点担心说啊，会不会说当日本越来越大，会脱离美国的控制？可是日本如果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美军确实会省力很多很多了哈。我们再来看看修宪的相关，那这个是呢，日本自卫队呢，实际上等同于军队，可是呢，自卫队现在是以首相为总司令，防卫省来负责管理，那当然相关的会有一些限制，那除非你是自卫。可是所谓的跟盟国一起去集体自卫，这算不算？那自卫队可不可以在宪法里面谈？不过等一下也会请教蔡老师的，但我先请教王老师，如果自卫队入宪，那对日本来讲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对于整个东亚，甚至印太，甚至对于全球以美国为主，对围堵中国又有什么改变？是自卫队入宪，当然，如果看到刚刚其实节目整理的非常完整哈，它其实就是讲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它叫和平宪法就取消嘛哈，就基本上对于日本是有交战权的哦，那有交战权跟它现在只能被动防卫，这是完全是两个的概念。第二个，它就不是自卫队，它就是军队是哦，那这两个当然定义上不一样，虽然自卫队感觉上哎跟军队没什么差别，但是它基本上是一个被动取向，所以为什么会日本人会觉得它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权利
哦，它这是一个。那当如果这个路线之后改变，所谓这个路线，其实他讲国家之后还是刚才讲这两个权力为主。哦，那如果这两个权力有了，那日本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可以正式参与交战的一个国家。而且它可以在这个不是在纯防卫的情况之下，它可能在被迫情况的时候，可能那个第一集是由它先发动的，都这周就可能出现了。那这些东西当然我们把它放在东亚的结构当中，第一个对美日印太来讲，日本就不是完完全全只是在后面做后勤补给协防，它可以参与交战。今天如果是跨的这个决议要参与交战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变成是一个主要的参与方。那我相信两位老师都比我更了解日本的军事力量，虽然他叫自卫队，可是我们相信他应该是全世界应该是、這個、军费支出应该是很前面的了。军费支出大概第九名还是第十名？他除了这一次，如果他的国防预算真的提升到2%，我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我们就退一万步、两万步、十万步想好了啦。如果北韩打南韩，如果中国打台湾，其实跟日本都没关。那依照现在跨的或者是美日安保，日本能否所谓的协防，特别是针对台湾，如果自卫队入线了，那个限制是否就取消？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是在美日安保下面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是台湾的话了，那其实这个跟自卫队入线没有直接的关系了，因为事实上在美日安保从本来美日安保本身到周边有事，到现在安倍所撑开来的所谓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样子的连结，其实当这个台湾被攻击的时候。那如果美国来协，如果美国来保护，那日本就会跟着协防。如果美国出手，日本就自然而然出手。但是一个差别哦，安倍在离世之前，他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言论哦，有人把它叫做安倍战争学，他就意思是说，日本应该要有对于这个不能是敌国，就是对他有威胁的国家的打击能力或反击能力。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有第一级或源头打击能力。他说，打击就是一种保护跟反击。那如果这个概念是什么？这个概念就是把自卫队的实质的内容或实质的作为转变为一个具有攻击性，或者是源头打击性。这是安倍之前在离世之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那不管你有没有入线，但这个东西如果转变的意思是什么？我有更多的源头打击的能力。嗯哼，那这个当然在印太，特别是在围堵中国的整个范围当中，那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对于威慑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嗯、那所以这一个一个下来，不见得是入线，但是我个人认为说，在短期内，你包括国防预算的 GDP 2%，包括刚刚讲的这种安倍战争学打击能力的提升，是、哦、那跟这种把这个美日安保适用的扩大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它不会一步到位的修宪、嗯，但是它有可能把自卫队的定义跟它的范围去做一个调整跟扩大。好，阿南哥来请教安倍的这个铁粉钢丝啊，哈，这个是那个其实蔡老师您在这本书里面谈到安倍政权的大战略，对，安倍的战略其实某种程度已经等同于日本的战略。对，那我想问的是说，不管是经济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安倍的三支箭，岸田其实现在也不脱那样子的一个大方向啊，哈。然后整个国际局势从东亚走到印太，大概日本也一定要这样走，然后再谈到所谓的那个整个国家正常化的这个部分。不过我们来看看，然后安倍晋三的外交成就，第一个四方安全对话，谈到日澳美印，这个叫自由民主之湖，然后呢强化美日同盟，促成印太战略。那很重要就是说呢，日本呢，跟包括印度，然后这些整个亚洲的国家，能不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同盟关系？还有呢，之前台湾一直在想说，哎，这个什么 CPTPP 啦，哈，其实在美国退出之后呢，日本成为最重要的一个领导国家。那台湾其实当然还需要日本很多很多的帮忙。好，从经济谈到区域，谈到日本的战略，谈到日本国家的定位，安倍接下来会如何影响日本的走向？我们再回到刚刚那个题目了，因为那刚刚的题目的话，我还是有一些意见要稍微澄清一下。是，一般我们来讲叫做日本国家这个正常化，这个是我们台湾人自己的讲法，日本不讲这句话。OK， 他们叫做普通话，也就是说，他们你如果讲他们是一个正常化，代表他们现在是不正常，所以他们标准的讲法就是说普通国家是普通话。Uh-huh. 那正常化这个词有再一次有用到，
日中国交正常化，日本跟中国国跟国的那个邦交是正常化的，这是只有在那边的，他们叫普通啊。第二个的话，我要在我觉得认为我有意见的，就是所谓的修宪这个字眼啊。日本不讲修宪，赞成的人叫做宪法改正，反对的人叫宪法改。我比较喜欢讲日本的讲法了，为什么呢？因为宪法改正的话，就是说我可能现在不是很正确，那我把它改正。但是反对的人说，我现在就好好的，你把我越改越烂了、啊。所以他们没有修宪这个字眼。Okay.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个不，我还是有意见的一个地方呢，也就是所谓的现在叫做日本国宪法，在之前叫大日本帝国宪法。那日本国宪法是在1947年5月3日施行的，自卫队是在1954年啊创立的了。那自卫队的话，等于是说在创立之前就已经有宪法，宪法就没有自卫队这三个字了。那他们就会讲到一个所谓的啊，你这个自卫队是不是违宪的一个讲法？但是我们再去看一下、哦。自民党他的一个基本的党纲就是要宪法改正，包括现在是岸田文雄他当家的话，你去看他们的官网，他一定会再讲一句话，就是维持和平主义。因为刚刚您说的就是说和平宪法要把它废掉，他们讲我们是叫做和平主义。然后入宪这个字眼，他们应该是所谓的加宪，也就是说把自卫队这三个字把它放进去，因为自卫队他本来就存在那里，但是你又说他违宪，对他们自卫队的人会情何以堪呢、啊？那这个情何以堪的话，那我们再看一下他的一个选举公约里面，他也是会有讲到这一些事情。那自卫队的这个战力的到底有多强的话，因为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啊。以军事预算来讲的话，现在是第九，五年后可能会变成世界第三了、啊。但是打仗的能力跟实际的预算可能会有一些差别。那我们就回到安倍他的一个外交成就里面来讲。那外交成就的话，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日澳美印，当然这就是在他这本书里面他讲200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来的。他以前最近呢、他已经往生了嘛，比较常讲的就是所谓的地球仪的一个外交。所以我们要了解安倍这个人他的一个外交模式，我们就必须要回到战前。那战前的话我曾经去看过一个 NHK 一个档案，那时候是明治天皇他在上任的时候了，前面就摆了一个地球仪，那幅画还在，就一个地球仪、啊。所以我在猜的，安倍讲的一个地球仪外交，可能是不是学习明治天皇他的一个做法？当然，他希望呢，让日本变成一个普通国家，脱离战后，这很重要。日本战后在经济方面，刚刚主持人所说，经济的话是在1953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战后复兴的啊，这个经济大概很快嘛，1945年到1953年大概差不多扣掉月了，大概8年了，他就经济独立出来的。可是呢，在外交上面的话，他还是没有独立出来。他希望说，我们就是变成一个普通国家。哪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没有，包含刚才所说的北韩，北韩也有军队啊。是。那为什么日本会没有军队？这个他们的很不可思议。当然我们知道刚刚所说的在二战之前，日本也有一些负面的历史，这是个事实，不能去否认的。所以他们今天就会跑到这边，那我们就会看到强化美日同盟呢，促进印太战略呢。安倍一直告诉他们一个人民，包括防卫力这个字眼，或是说包括所谓的防卫白书，一般我们讲防卫白皮书，他们防卫白书一定会讲到一个概念，先强化自己的防卫力。所以安倍他会讲到夺回强日本，他在国会也会讲到一个概念呢。只要你帮我作るのは他の誰でもない、私たち自身です。也就是说，开创强日本不是其他的人，而是我们自己。那日本国民也体认到这个。当然的话，以前嘛，他们会说这种事情嘛，就交给美国，反正都会保护我们呢、交给他们就好，就是打仗的交给他们了。那对于台湾来讲，当然这是我们很多人会去思考问题的。日本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我们问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啊。美军在日本哪里？ Okinawa 70%的美军的一个军事设施、大概了70%点多了是在 Okinawa。 如果美军会协防台湾，从哪里来？ Okinawa 来。所以说日本有没有协防台湾？有 我 Okinawa 就摆在这边、美军如果要介入的话，我就从这边了、请问你们台湾没有给我保护费？没有啊。你没有跳保护会的话，美军又从那边过来，那日本有没有提供基地给间接？我们讲叫间接的了、他们
就是有了。但是我们再从另外从这一次俄乌战争的一个概念来去解释好了，有没有一个国家是所谓的明言说我派军队进入到乌克兰？没有，可能有私底下派一个什么，这个有，但是呢，他一定会提供武器给他们。是，所以我们再从这个概念，台湾武器、日本武器、美国武器都是同一个规格的。这个同一个规格的话，就会很好玩了。那同也就说，那个我万一的一个情况，可能美国至少我提供给你武器啊，反正你用习惯的啊，这个我们要去了解。所以安倍的这个外交成就，他的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在明治天皇那一个思想。不过他也会强调了。啊，你们不要把我想成就是所谓的要所谓的什么富国强兵啊、军国主义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希望说夺回强日本，我们希望变成一个普通国家啊。我们这个军队的话，不能讲军队，一定要讲一个防卫会。然后这个什么 CPTPP 啦，这个也是以我们去把它挺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又会看到刚刚所说的这个两洋交会，也就是说台湾不能够妄自菲薄了。台湾的军事预算的话，依照瑞典 SIPRI 的一个 data， 2021年是世界排名23名，日本的话是第9名，5年之后可能变成是世界第3名，所以我们是23名，他们是第、可能会变成是我们是23，他们可能是从第9跳到第3。那如果这样换起来的话，日本当然他有间接帮助台湾，也就 Okinawa、那 Okinawa 的居民啊，他也 DM 大完。跟他们的本岛的人、他们说我们那个1972年的时候回归本岛，那我们再从这个概念去做解释啊。1972年的时候 ，Okinawa 回归本岛了，那个 Okinawa 也很不爽啊，为什么我就要忍受这么多年，还是回归本岛、不是回归日本，回归本岛就好像我是离岛那一个概念。1972年，日本国跟中华民国断交；1972年，日本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日中国交正常化。那为什么都是在1972年？因为时事的一个转变，那这个时事又来到所谓的我刚刚提出一个概念，2021年台日新体制这个概念了。2021年的时候的话，他们又开始转变，所以并不是说日本会单独帮忙，然后说这个我们不能够这样。有人无？再来继续巴士。这座路我特别特别为。乡村一个较繁华的所在来出发。你的所在较少人知影，无得看过，拢伫遐看到搁较美丽的风景哦。这班公车伊的特色就是吼，伊的路线有够长，啊，伊的车牌有够侪。这班巴士咧徛的路叫做挂牌八八六弯。